like Tennessee。我们到酒店了，这酒店地理位置真的特别好，就在美食一条街上，我们去吃啥都方便。走吧，走去吃韩国料理，往这边走。我们现在要去媒体港，有点远，不想走路，我们就决定骑共享滑板车。在莱茵河边等日落，太阳现在已经有一点降下来了。猫哥，在多夫的早晨。我想趁现在再记录一下我们在杜塞尔多夫都买了些什么。我们就只看了一些慕尼黑没有的店，比如说日本超市，然后还去了优衣库。其他大部分的店跟慕尼黑差不多，我们就都没有去看了。牛肉肠粉跟纸包虾，这个我们好像要两个人吃不完了。现在在北茶，其实吃的真的特别饱，但是因为我们要等飞机，所以就先坐这边喝点奶茶再走吧。